人工智能校巴车即将组建完毕。我是校巴歌德，守护小朋友是我唯一的工作。只要按下歌德徽章，我会来解决所有困难。从今天起，我会一直陪伴阳光森林幼儿园的小朋友。不不九级，肚子里有小怪兽。上学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你们想玩什么游戏呀？歌德，我想玩开小汽车。我想玩森林探险。我想玩滑滑梯。今天的早餐好好吃啊，小肚子圆乎乎的。歌德，我和阿凯想玩恐龙抓小怪兽的游戏。什么是恐龙抓小怪兽啊？哈哈，就是大恐龙找出小怪兽的捉迷藏游戏。哇，我也喜欢捉迷藏。待会儿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。好诶。哇哦，捉迷藏可有趣了呢。布布，咦，什么声音啊？好像煮牛奶的声音啊。呵呵，胖熊，又是你肚子饿的声音吗？不是我呀，我今天早餐吃得饱饱的。哼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小怪兽的哨声。啊呜！咦，声音不见了，小怪兽也想玩捉迷藏耶。小朋友们，肚子饿了或不舒服，身体都会发出信号告诉我们，大家要及时告诉老师哦。哼，才不是小怪兽呢。早啊，桑迪老师。早上好啊，歌德。校巴歌德安全抵达，布布。哇哇哇！哇，桑迪老师，桑迪老师早上好。大家早上好啊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我先回去喽，布布。歌德再见。小可爱们，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。大家玩的时候注意安全哦。知道的，桑迪老师。玩捉迷藏喽！我当大恐龙，咦，你们是小怪兽，要躲起来，要开始喽！十五，抱抱龙，你数慢点，快躲起来！大恐龙要来啦！要赶紧躲起来，这里不行，这里也不行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大恐龙要来喽！啊呜啊呜！有声音，肚子又咕噜叫了。阿布，豹熊，香蕉给你，吃饱了。肚子就不会叫了。又是香蕉。阿普，你去哪儿啊？阿普怎么了？啊哈！胖熊小怪兽，我找到你啦！阿普的肚子到底怎么了？小肚子，别叫了。阿普。嘘，小肚肚。阿普，嘘，哈哈，你们在这里，哼，
还差三只小怪兽。哇，那里有一个好大的箱子。哎呀，阿普，怎么连你也进来了？好挤呀！小怪兽们，快出来！吃棒棒龙！哇，好重啊！对不起！啊！嘟嘟，阿凯，阿普，我找到你们了！好奇怪呀，你是肚子不舒服吗？阿普的肚子闹得好响，还打嗝。是肚子饿了吗？阿普也不知道怎么了。哇，棒棒龙，这声音好像小怪兽在叫耶！哈哈，我找到了，还有一只小怪兽藏在阿普的肚子里。啊，什么？小怪兽在肚子里？阿普，我们赶紧去找桑迪老师帮忙吧。好疼！阿普，你怎么了？肚子疼。阿普，妈妈说过，我和哥哥出生的时候，他的肚子也是疼得不得了。难道我要睡小怪兽了？阿普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带你去找老师。小可爱们，午餐时间到了。咦，阿普要去哪儿呢？桑迪老师，阿普的肚子咕噜响，还总是打嗝，还放屁。阿普跑走了。阿普可能生病了。小可爱，我们要赶紧找他回来。我们需要歌德。这时我们应该呼叫歌德。可能生病了，现在躲起来，我们需要你。明白了，校巴歌德启动任务，呼呼。车子颜色准备，那里变形装置启动，校巴歌德开始变身。阿普可能生病了，紧急救援，我们应该选救护车。歌德变变变。医生歌德出动，波波。医生歌德抵达现场，波波。歌德来了。歌德，阿普躲起来了，而且他还有点不舒服。桑迪老师，别着急，这难不倒我。不不，智能分析仪追踪阿普的脚印，找到了，大家跟我来。阿普，阿普，阿普，找到你了，阿普。桑迪老师，阿普肚子里有小怪兽，他在捣乱，好痛，好痛。阿普，医生歌德来了。快点给他看看。阿普别担心，让医生歌德给你检查一下。阿普不要，阿普不要小怪兽出来，我好痛好痛的。阿普，你是生病了，不是肚子里有小怪兽哦。没错，阿普别害怕。阿普，对不起，你的肚子里没有小怪兽，是我跟你开玩笑啦。是真的吗？阿普肚子里没有小怪兽。阿普，让我检查看看就知道了。阿普，我们还等着你一起玩捉迷藏呢。大家，歌德，请帮阿普检查。好的，多功能病床，准备。阿普，我马上给你做身体检查，不要怕哦。
智能分析仪分析阿普肚子疼的原因。不不，阿普因为一次性吃太多导致消化不良，才出现打嗝、放屁和肚子疼的症状。阿普，你早上吃了什么？早餐有我最喜欢的香蕉蛋糕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香蕉面包、香蕉披萨、香蕉糖水、香蕉沙拉、香蕉布丁。他吃了好多好多的香蕉。阿普真的很喜欢香蕉呢。阿普，你一定是吃的太多了，让你的小肚子受不了，因为肠胃消化不良才会出现打嗝、放屁、肚子疼等症状。原来是阿普吃太多了吗？阿普，别担心，交给我吧。超声波枪，准备，噗噗。阿普，接下来用超声波帮你按摩肚子，促进肠胃消化。阿普，快躺下。按摩超声波发射。阿普，超声波治疗时可不要乱动哦，这样超声波才能对准肚子，更好的促进消化。好的，医生歌德，阿普会乖乖不动的。按摩超声波发射。怎么样，感觉好点了吗？肚子舒服多了，谢谢你歌德。阿普，最近要吃些容易消化的食物，例如温热的粥，还要多运动，才能彻底恢复健康哦。知道了歌德。阿普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谢谢大家。小可爱们，身体不舒服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和老师哦。知道了，三位老师。是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。午餐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一起去吃午餐吧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身体就会发出各种信号。桑迪老师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身体出现异常不舒服时，不要慌张，及时将情况告诉家长和老师。明白了，大家平时要健康饮食，不能太过贪吃哦。啵啵，今天时间又到了，大家再见。大家再见。开心上学，大大的世界等着你，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六神清爽在这里。不不不不不不，五味全掌在这里，大家别害怕。哥的快出现，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守护真的很安全。